全情周立芳报道，任北市第三副市长。一度难产的台北市第三副市长终于出炉啦！我们选的是政治大学哈财政学系特聘教授哈周立芳。别哈别哈，让我来告诉你，这千呼万唤使出来的副市长到底是何许人也？幕僚透露，从56人中脱颖而出的周立芳是自荐的，他的学经历很丰富，从北一女毕业后进到台大念经济系，之后又到阳明大学公卫研究所完成硕士学位，再至德国攻读博士。我看他学经历蛮有趣的，他当过健保局的副总经理，在政大也当到研发部门的主管，研发长。学经历啊，什么都很好。另外是对目前的事务团队也有最大的互补性。两轮投票后，柯P亲自面谈，他相当满意周立芳对于世大运及世界设计之都的见解。而且两人还有一个共通点，就是教书时没请过假，都是拼命三郎的人才。承接上这份责任的时候，其实心中是百感交集的，是因为也感受到更大的这个责任。我个人。怀抱着如履薄冰的这个心情，接下来要面临的挑战还很多，周副市长加油喽！东新闻台北报道。